何浩晨于去年爆出与葛葵分手后，就鲜少传出新恋情。严注意的是，近日他被拍到与吴品杰进出同一个社区，疑似热恋中。消息一出，两人的经纪人也都表示，他们是正在发展中的朋友，希望大家可以给他们一点空间。事实上，两人过去曾合作过偶像剧，当时吴品杰与搭档邱雨辰假戏真做。中间分手后，还一度传出两人复合的消息，但对外都只声称是好朋友。而何浩晨与葛葵分手后，受访都表示自己单身中。此外，也曾透露过自己很希望另一半可以和他一样喜欢自由潜水。对此，在吴品杰的社群上也可以看出他近期非常投入潜水的活动中。如今传出与何浩晨热恋，不少粉丝都纷纷献上祝福呢。Bye.